我们先来看这台 Konica C35 啊，那这台有这个它原厂的啊，这 Konica 的这个相机皮套啊，还有一个相机绳啊，相机绳，然后原厂镜头盖啊，原厂镜头盖，把它拿下来，这很密合，镜头盖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它这个皮面啊，好，镜头是蛮干净的，好，镜头蛮干净的，好，它的皮面啊，好，然后这个。哦、快门也正常可以动作，我们可以看一下镜头、哦、快门正常可以动作，好、哦，那可以看一下背面，好、哦，背面，然后外壳的部分，上半部跟底部，好、哦，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底片室，底片室这边拉开、哦，可以看一下，哦、那这个部分海绵部分，哦、你如果标准的话，哦、那可能是需要回去做一个整理，或是拿去，哦。好，专业的这个相机店，我帮你做一个整理。基本上就可以弄哈。好，可以看一下哈，这一点。好，可以动作啊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个 Konica C35 这台的这个视频啊，谢谢。盖起来。